都其實是全面復出的了，所以都是真的很辛苦。即剛才你都看到我打喊路打散喊路，因為每一天都開工又好，不用開工又好，都是六點零七點起身。女 artist 或者女演員結了婚就會不做，其實不會啦，一定即係依家特別我仲其實我都不是很大個啫，所以我都仲有很多嘢想去追嘅，有很多夢想去追嘅。七月尾八月頭，即係七月同一日有第二部戲啦，咁嚟緊八月又會再開另一套自己都很期待的電影。都其實是全面復出的了，所以都是真的很辛苦。即剛才你都看到我打喊路打散喊路，因為每一天都開工又好，不用開工又好，都是六點零七點起身，減自己睡覺時間，真的唯有是這樣。因為 我又不想是我在家，但是我又躲在房間做自己的事，而且我都忍心不到，即我一見到他我就會很想跟他玩，所以唯有是等他睡覺的時候我就去做自己的事。不過好彩他都算早睡的，九點幾分，他睡了我就真的開始看劇本了。最近又因為跟毛姐拍完戲，希望可以學他做到一個煮嘢食咁叻嘅媽媽，整完出嚟又好好食啊，屋企人又中意食啊，成件事係幾減壓。依家就成日研究或者上網揾啲食譜，就係 B B 都啱食嘅蛋糕仔啊、餅啊，咁整咗出嚟，佢每一次都好捧場，因為佢好中意食嘅，咁佢食完好開心，咁我就好開心。